以后来走这种艳丽性感的路线，不是让他们更昏倒了？他们根本不会去看秀的。那我觉得我是以我自己的劳力，我去工作赚钱，我真的当作是上班呢。嗯，他就是那时候在歌星秀，是不是赚钱赚的其实比后来演电视是差不多多的？嗯，其实做秀钱赚的比较多一点，更多一点，因为我跑很多场。嗯啊，然后他，你最高纪录一天几场？六场，都是晚上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白天做秀。是的，厉害吧？一个晚上要跑六场。嗯，大概是6点多开始就唱了。嗯嗯。然后那时候我常常跟谁碰到呢？就是费玉清，我多羡慕他。其实他大概跑个5场，其实他真的一个礼拜的收入可以抵我们好久好多好多的。那我跑6场。嗯。啊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觉得其实蛮充实的。不过费玉清比较方便嘛，他就穿那个一身西装就中山装就可以了。可是你要穿很多复杂的。嗯，其实我衣服也不复杂，很简单。很少。那时候造型是自己弄的吗？啊，很多是自己弄的。嗯，那就外表要华丽的第一套 open 的衣服哦，可能要请人家专家来做。嗯，再来呢就是载歌载舞喽，中间呢就要一个慢歌。嗯哦，然后呢舞蹈可以去换衣服，然后再来一个快歌。我想一个节目的开场必须要有这样的暖场热场。嗯，啊，接下来大家才会比较进入情况。那我就扮演那个暖场的角色，所以就跑了很多场。可是其实当初你想要进娱乐界的时候，你的大哥是反对的嘛？啊，他觉得娱乐界是一个很会把你带坏的地方，包括我爸爸都反对。那你后来走这种艳丽性感的路线，不是会让他们更昏倒吗？他们根本不会去看秀的。那我觉得我是以我自己的劳力，我去工作赚钱，我真的当作是上班呢。嗯，我每次出门我都说，爸，我要去上班了。然后我回来，我下班了。对我来讲，它是一个工作。你的意思说，爸爸他们没有看到你打扮好以后的那个样子？当然没有。